恭喜小龙四票晋级。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朴泰范队长和丁程鑫队长的队伍了。Happy, happy, happy, happy. 好，果哥，三位队长做出这一轮你们的选择。Three, two, one. 3-1，恭喜豆豆。感觉这个音乐，因为他们也熟悉。音乐一开始他们就哇能量就释放出来了，哇太好看了，就把我从椅子上弹起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珠联璧合的地方，看起来太舒服了。两位都非常棒，我只是根据个人喜好会偏向于这边，因为他的笑容感染了我，确实我天啊，看着他笑我情不自禁的笑。他就是能给别人带来一个欢乐的感觉的一个 locker。Yeah, so for me, you know, Dodo, I see that you are very animated, expressive. I see that you had a lot of dynamic big moves, like you flipped into the splits. And, you know, all that is great. For me personally, I just think that, you know, Manu's fundamentals is too clean. Just his angles, his lines, his twirls, it just visually is so pleasing to me and it goes perfect with the music. So that's why for me, my preference was Manu, but congrats to you.其实马努非常厉害，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直接下飞机赶来的时候肯定状态不会是100%的、所以也有一点可惜。 Déjà je tiens à vous dire merci à tous pour l'énergie. Moi je suis arrivé hier du Congo, donc j'ai fait vraiment un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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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voyage. C'est pour ça aussi que je m'excuse parce que j'ai pas pu donner tout mon best, mon meilleur, mais avec l'énergie des uns et des autres ça m'a permis de tenirde passer le premier tour et d'arriver jusqu'à là. Donc déjà pour ça, je vous dis merci. This场 battle 呢，首先我真的特别荣幸，因为马努曾经也是我舞蹈生涯的一个引路人之一。我在6岁、7岁的时候，我见过一次马努，他那个时候是除了我师父以外，唯一一个教我
用舞蹈去玩耍的人。谢谢你和我一起完成了今天的舞台。六岁的时候，哇，对，是我在六七岁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第一次参加 KOD， 我和他是在酒店里遇到的。马龙和他的搭档就一直在酒店门口玩，他们也无聊，他们也没有朋友跟他们一起，他们就来跟我们玩，就玩的是 Lucky 石头剪刀布。哈哈哈，真的很感慨，在场上那一瞬间跟他一起跳着跳，和他一起做这个动作，这一瞬间我就回想起11年前 KOD7 石头剪刀布那一瞬间，真的不说假话吧，但是真的眼泪或者在打转转。I feel very good. Dodo now his level is different than before. He had dancing very good. He had respect the rules. He had give a power. He had give some move. It's complete.我参加过很多次这节了，我享受这个舞蹈，非常的荣幸，然后学习到很多。对我来说，来这节的意义可能不是名次啊这种，我发现让我兴奋跟开心的东西是能跟我想跳舞的人在一起跳舞。感谢马璐老师在过了11年过后还愿意在舞台上陪我一起这么玩，非常荣幸，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能跟马多卡老师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在梦里嘛，我居然可以跟凯特上有一场 battle， 真的是活在梦里。太多感动瞬间了，真的就是那种我们长大了，然后老师们老了，他还在继续坚持跳舞这一件事，这种街舞精神打动着我，也鼓励着我这样的年轻人继续坚持跳舞。这就是一个好的前辈的力量，他能给予到后辈很多能量，感觉是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街舞的一个挺大的魅力吧，一代又一代的，希望之火的感觉，中国街舞越来越好。三个赛道经过激烈的比拼，三位队长的晋级选手已经全部产生，吴建豪队9人，朴赞范队6人，丁程鑫队13人。考核已经全部结束了，坐在晋级区的就是将晋级到我们下一轮的舞者人选，但是我们今天博哥来是带有特权的啊，之前导演没对啊，什么特权？博哥和队长们观看了整场的考核，这当中一定有你们遗憾的人选。那太多了，那太多了，确实确实。博哥的特权就是请每位队长商议一位你们觉得最可惜的在你赛道的队员。但博哥也有他自己的复活名额权限。哦，嘿，博哥，最近好吗？最近我最近，哎，来，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名额，你自己还有额外的3个名额，复活6个。哇哇！听说小吴队里的人比较少啊？哎，是是，博哥博哥，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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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这个，你们仔细考虑考虑。这今天确实看到了有很多的遗珠，你们也考虑考虑，我也好好想想。所以我们3个人先选一个，
我觉得他会是其中一个，他那时候没发挥好，但他一发挥起来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他其实也不错的，对，你看过他的吗？他其实也不错，他跟那个对这个是谁说？我觉得飞机确实很好。他会飞机，你学谁？嗯嗯。啊 ，Jade 和李玟。超过李玟。李玟。你再选一个。陈晨也是，哎呀，我不是这个，好难哦，现在。那就这样吧。好吧 ，Let's go。好。好的，经过紧张的商议，吴建豪队长，你想要选择复活的那一位队员是？